乐古厝中秋音乐会，今年迈入第二十个年头。九月三十暗暝，伫个拄啊收获完工的市场古迹后壁，音乐古厝隆重登场。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赖清德以及代理市长李孟燕等作为贵宾到场，甲在地乡亲做伙聆听悠扬的本土乐曲。咱一年一度皇家古厝音乐会举办到即马已经二十周年，今年嘛是咱有将近一百年历史的皇家古厝修复完成之后第一次的这个音乐会。那么我们过去这样的音乐会可以说是台南艺文界的一个文化音乐的一个盛会。那么我们也非常的荣幸，我们蔡总统能够在百忙之中北沙处来参加咱古厝音乐会，啊，咱台南乡亲也非常的兴奋。咱赖院长回娘家，跟市民朋友一起团圆过中秋，我们是不是用掌声在鼓励感谢？李市长特别感谢蔡总统、甲赖议长，以及长期以来支持古厝音乐会的好朋友，让古厝音乐会会当带着大家一步一脚印，发现台湾的精神，听见台湾这片土地的声音。咱台南市府每年甲皇厝国策顾问共同主办这场音乐会，非常的感动人心，会使唱出咱台湾人集体心声的一个温暖的盛典。每年的古厝音乐会，在黄顾问的坚持和安排之下，秉持着热爱台湾的理念，咱都以台湾族群融合的交响诗篇来作为我们演出的主旋律。大家有法度在这自由的唱出咱母亲的歌，与彼此的分享，咱台顶台下就敢若像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那么在这边，我要特别感谢蔡总统、赖院长，以及长期以来支持古厝音乐会的好朋友，让咱古厝音乐会有法度带着大家一步一脚印，发现台湾的精神，听见土地的声音。古厝音乐会创办人黄坤厚国策顾问表示，这二十年来，如果无各位的支持，无所有爱台湾土地的人做伙伫遮举办音乐会，无可能继续办二十年。现在二十年已经圆满，希望明年会当开始一个新的二十年。